小样的，还猫呢，我都看到你脚了。啊，不出来是不是？不出来是不是？啊，挺能猫，挺能猫是不是？好啊，不出来我也有招，哼，我就不信你不上厕所。行行，挺能憋呀，挺能憋呀，啊，是不是？给你机会你不珍惜。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嗯，装给我。嗯，你再溜一下哨就把我溜厕所去了。嗯，别吵吵。嗯，小点声。嗯，我就放过你。嗯。你要是吵着我一钻头给你拍没声，你信不信？啊，抓结实的反被结实。这位兄台，我有的是值钱的东西，我身上所有的一切只要你喜欢随意，行不大爷？我不是你大爷，我是你叔叔。我是你大爷还是这么是小点小点小怎么是你？怎么的呢？失望，太失望了。我们是邻居，我就溜达过来了。邻居是临时在一块吃一会儿吗？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也不怕你们爷俩不愿意啊。我跟你大脚婶，我跟你说，好几年了，但是啥事儿也没有，你没告诉我。太深了，潜伏的太深了。什么玩意儿潜伏深了？强贵叔啊，你和大脚婶好几年了？那可不嘛，我看啥事儿没有。啊，啥你信呢？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我信，有人信就行呗。你是不是砖头拍蒙你？你说我爸也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为啥非找谢大脚？就是嘛哈，这么一个时间，这么一个季节。出现这么一个你，我替我爸感到意外。我说你们爷俩太意外了，你跟你爸说，就这块没你们爷俩落脚点啊。我跟你大脚婶现在就差登记了。龌龊，叔你太龌龊了，你无情的在破坏一个好姻缘，第三者插足。我插谁足了？你告诉我。我爸和大脚婶，大脚婶亲自给我爸打电话约他见面，我们跋山涉水，翻山越岭。连滚带爬，心情非常冲动，一看着你，心发凉。叔，我有个提议。啥提议？散会吧。不是你先等会儿。不开了，叔不开，兄弟们散会。不开，我找我爸走，找我爸。不是我跟你大脚婶，他就有事儿。真诚，太真诚了。你和我爸说去啊，和我爸说去。不是你非得走，你这样，我把话说完了，你要是非得找你爸，你再去行吗？给你机会，说吧。我找你大脚婶就是给你和王小蒙保媒。你说的是萌萌吗？啊。是萌萌。他还好吗？还好。小蒙是个好青年。天天围着磨盘转，转啊转，转啊转，我看啊看啊看啊看，叔，这事能成不？这事啊，能成不？这事啊，我呀找你大脚婶吧，我寻我俩一起给你俩说说这个媒。我就商量跟大婶，我说咱俩怎么样才能把孩子没保成的，就商量晚了，到现在没回去。完我你出去一会儿见你爸说，别说遇着我。叔，难道你不相信我的智商吗？不是我相信你智商，我怕你爸不相信这事儿。你说你进屋这么天，谁也没看着，他怕他不信。你看这你行不行？啊，
我刚才不来抓铁尺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进屋拿板砖不润轮吗？轮了，没轮好，啪嚓一下轮自行脑刮上了，轮迷糊了，才醒。这故情也合理不？主，这合理啊，合理。但是你都轮迷糊了，一点伤没有，这事儿就不合理，还是。我这是咋？屋里没人。